新北市瑞芳登基隆山有水南洞，位于九份与金瓜石之间的基隆山，虽然名字里有基隆，行政区却是在新北市瑞芳。这座山每到深秋时节，山上就开满了芒花，在登山步道两旁沿途都是五节芒，芒花随着东北季风不停摇曳，可说是一年之中最美的时刻。从登山口来到山顶，路程不到一个小时。山顶拥有绝佳的视野，可以俯瞰九份一带的山海风光。从基隆山再来到邻近的水南洞，这里近年来发展为一处非常具有人文气息的聚落，在地艺术家合力打造一座美术馆，陈列他们的创作以及手工艺品。而在美术馆周边也同样饶富艺术趣味，还可以赏看海景。在这里也有社区经营的餐厅以及背包客栈，提供朴素而具特色的食宿服务。附近还有不少知名景点，串联出兼具自然与文化之美的旅游动线。董新闻新北市报道。